这里怎么有人 emo 了呀？你都关注小财迷了，要开心一点嘛，要多多微笑，要拥抱阳光。这样吧，我请你喝一杯香茶，喝了香茶天天开心啊。不过来两杯吧，不能再多了哟。把手伸到狗狗面前，看看可爱的他们会怎么做。徐子路，方主角，私塾该交学费了。多少钱？二两。刷卡还是纸巾？刷脸。刷脸。想什么呢你啊？关注小财迷了吗？留了吗？点赞了吗？快来关注我吧！这是不是双十二的你？曹小姐。准备买哪个呀？小朋友在做选择，本小姐全部都要。